年的春天，我在新四军的一个连队里当指导员。部队曾开到这一带休整过，我们连就住在最前哨的庄子刘堡。那时候这一带刚解放，反动派和日本鬼子统治很久，老百姓开始还躲避我们，庄子上寂静的像没人一样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这刘堡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。这个地方好像到过，副班长，你到过？恐怕是做梦到过。哎，等，哎，指导员，你们都在啊？啊，你们班住在小巷那边，知道吧？知道了。老伯伯，你好，我们是新四军的。休息去。哎，哎，副班长，这有人。你来跟他讲讲。小弟弟，不要怕啊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小牛。呵，小牛。你叫小牛？他叫小马，小牛小马，你们俩是一对儿啊。那你叫什么呀？我叫老虎。嗷嗷！我这个老虎不吃人，光打鬼子。你们打鬼子？当然打。别咕，鬼子就打死了。你看我的枪、皮带，还刺刀，都是带着鬼子的。让我看看。小牛，你家里有几个人呢？三个。都有谁？爹。不是三个吗？还有谁呀？姐姐。他们上哪儿去了？上舅舅家去了。别人呢？
是。爹，瞧，新四军大同志给的，他们一抓就抓了好几十个鬼子，还有千里。你看你，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？是他们给我的吗？他们住那屋里吗？你饿了吧，妞妞？我早吃饱了，同志们叫我一块吃的。爹，还有你，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，瞧。睡着了。爹，二姐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儿。副班长，您舞弄什么呢？啊？哦，表扬咱们班长。表扬我一个人怎么行呢？人家八班还帮老乡修房子呢。班长，什么呀？又咋咋呼呼的。你看，田大爷的房子院墙都破了，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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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风车转啊，采那花儿香啊，麦苗儿鲜。风车呀，风车呀，咿呀呀，你唱呀，小哥为什么呀，不开回来了，二妹子。回来了。舅舅那个艳阳天哎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，想把军来参，风车呀跟着那个东风转呐、啊，哥哥惦记着呀小银莲。风呀不停的河南转呀，天心没有下呀，怎么开眼？二姐，二姐，回来了，老大爷，回来班长，你怎么不唱九九艳阳天了？
人家老头要不高兴呢。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、啊。二姐二姐，你听，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，他什么都会，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，还会写字描花。你看你看，他站起来了。那个是小马，跟我是一对儿。他们都对你好吗？好。他们都是。他们的家在哪儿啊？家？啊。我没问过。怎么办？小妞，你猜，你猜，小妞猜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就这个。新四军不走就好了。修房子，这一点报告司部长，坚持蒋军的伪军过西的来抢粮了，连部将军们马上轻装到装卸所集合。是，集合。二姐二姐，怎么办呢？没什么了不起，几个二鬼子。呵，送上门来了啊。这么快，算了，那怎么成？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。小牛，快打开结实的袋子啊。二妹子，快走吧。我不走。二妹子，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。一点皮，还你吧，没谁的用。副班长，你怎么又出来了？在家里歇一天吧，要不伤口化了脓可就麻烦了。班长，没问题啊，歇一天吧。啊，班长，我也要去。
喝吧。二妹子，为什么不高兴？有什么事吗？没有什么，喝吧，副班长。副班长，你们不得有医官吗？受了伤，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？看过了，没什么，明天就好了。打仗怕不怕人？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。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？女同志不打仗，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，在被服厂工作，看护伤员，做衣服鞋子。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。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。平等我也能平等。我什么都会做，栽秧、车水、做衣服、薅草，叫我打仗我也愿意。副班长，我能参加你们吗？参军？可是我们是部队啊，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，我跟你们走，就是到天边我也去。我是来拿手榴弹的，班长叫我来拿的。做什么鬼脸？根本没什么。小马，你别乱广播。事情是明摆着的，马小宝没创下之前，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，我也有心注意着他们俩的姿势，的确有点两样。怎么两样法了？就是跟平常不同呗。哎，我也装不来这没样。有没有出什么事？那没有。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，见了面还是挺正经。不过就这样，班里也少不了反应啊。好吧，你让他到我这儿来。啊。您要长得漂亮了，到底好啊！你瞧，二妹子的眼睛啊，净跟咱们副班长转。你别胡扯，要是出了纰漏才了不得呢。哼，出了纰漏也不算咱们破坏群众纪律，是群众破坏咱们的纪律。看见没有？哟，你们说什么了？报告连长，哎，没说什么。哼，没说什么，可不要背后乱讲怪话。连长，连长，你要犯错误了，你要。副班长，指导员叫你去。老实说，这件事真叫我有些吃惊。
四班副李进在我心目中还是个小鬼呢。三年前他从家里偷着跑出来参军的时候，还没有三八枪高，滚圆的红脸，满身灰尘，背着根小马枪，气昂昂的。同志们看见了都说：“哼，好一个大兵，好大个子。”三年来打了十多次胜仗，入了党。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他会有什么不正确的思想。可是现在，小鬼呀，小鬼，你在想些什么念头？你在搞什么名堂啊？跟你们房当的姑娘？指导员，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。他叫我帮他问问，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？参加部队？嗯。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。好，你说说，昨天你在家里休息，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？指导员，老实说，我也真想找他谈谈，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。班长，嗯，指导员没生副班长的气吧？没有。小马，你就是偏向副班长。我偏向我要汇报啊。后来呢？后来马小宝在家我就闯进来了。哦，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，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。嗯，那你内心怎么想呢？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。指导员，我承认我挺喜欢他。那怎么行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纪律。指导员，怎么是乱七八糟？我又不是想，我是真心诚意的，正式的。正式的？是啊，谈恋爱不作兴，小兵拉着就不能谈恋爱了。可是你是新四军，他是老百姓，你怎么要他？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，明年打垮小日本吗？哦，你是想先搞好关系，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？你猜到就算了，他能参军最好，不能也不要紧。等抗战胜利以后，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，我就请一趟假，把他接回去。他很能干，栽秧薅草他都会。我妈临死的时候，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。已经和他讲定了吗？没有，讲了也不作数的。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，不是害了他。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还行不通呢。是啊，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，这里又是新区，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。你一个人这样，人人都这样，那还成什么军队呢？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？指导员，在您面前我也想，这种事情要不得。可是我一回去，我住在他家里，实在不安心。好吧，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。就那个艳阳天哪、啊。
是啊，是搬家，跟连部对调。来了。导员，收拾好了没有？好了。你是指导员吗？是啊。你顶好。我怎么顶好的？副班长告诉我的，你跟他们顶好，打仗真勇敢。牛牛，不要闹。指导员要办公呢。好，老大爷，我们四班住在这儿，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？哪里的话，同志们帮我修房子、割麦、种地。好，老大爷种多少地啊？五亩多点。是自己的吗？早押给老掌柜家了，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。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。是啊。不是说出去了吗？上哪儿去了？说不上啊。这个人怎么样？行行啊。牛牛，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。啊，连长。哎，老大爷，怎么回事？嗨，是老头，咱有话事，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。他不敢谈，慢慢来啊。指导员，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？走不走？我知道是知道，就是不跟你讲。给我讲，给我讲。小侦查员，你先告诉我，谁叫你来问的？我再告诉你走不走。不，你先告诉我走不走，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。你不告诉我，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。你就是猜不到。我猜到了怎么办？你猜不到怎么办？让你打十下手心。我要是猜到呢？好，不打你，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，轻轻的。你要是猜不到，就刮你三个大鼻子。好，我猜了，是你爹的叫你。三个大鼻子，三个大鼻子。那谁叫你来问的？我二姐，她还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，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。告诉你，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，叫走就走，叫留这儿就留这儿。娶亲现在是不行的，我们是新四军，要打日本鬼子。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？哼，我恨呢。
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？你跟我说，我给你办。那老大爷，别难过了，回去歇着吧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我想，出了什么事啊？这样惊天动地的，难道是李靖闯了祸吗？不会的，李靖对我从来不说谎。那么又是什么事呢？老大爷，老大爷，爹出门去了。上哪儿去了？给掌柜家栽秧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奇怪，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。跟你说，你要去啊，听到了，可不要跟旁人说啊。小牛，我不去。你去，去吧。我不，不去。六根香了。是啊，半夜的。大河一带要多加注意。下班上你叫个六班长吧。知道，你休息吧。什么事这么晚了？我有事。到底有什么事？
快看看去吧，副班长他们。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，深更半夜的，哼，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。开会吧。开会了啊。副班长，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。同志们，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，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。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，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，外号叫刘胡子。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，这个人跑码头贩货，越跑越下流，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。鬼子一扫荡，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，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，现在就租房的蒋超。我们来以前，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。哎，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，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。我看呐，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。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，长得比大妹还俏。我看呐，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！刘队长，我们穷人命薄啊，她年纪也还小，请出来见见嘛。他不在家呀，走亲戚去了。你们去请吧。钟队长是不在。不在就不在，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。走。不行啊刘队长，不行啊，真不识抬举。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，明媒正娶不动硬的。不好了好了，我给你派个大妹来提亲。老掌柜，我好了好了，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？咱们这一代青黄保驾全靠他。老掌柜，我交了你十几年的租子。是啊，你种了我几十年地，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。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，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。4月19黄道吉日，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。
别哭了，孩子，别哭了。快藏起来，快藏起来。新四军到了东庄了，快藏起来吧。快。爹。哎，老掌柜，老掌柜，他被人藏起来了。好啊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下回叫刘队长派枪来见。老掌柜，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，怕打仗啊。哼，我告诉你，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，来得凶，去得也快。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，刘胡子来了，我叫你满门抄斩。你们来了，他们也说你们还要走，你们不能走，不能走，一走他们就要回来，那我就要没命。副班长，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？同志们，我真该死。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，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。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，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。革命还有的割呢，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。同志们，以后靠我的好了。不过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。我说说，副班长，我老何好说怪话，破坏过你的威信，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二妹子。指导员，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。对，好，指导员，让二妹子参加吧，跟他们走吧。指导员，让他参加吧。你不要怕，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？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。是啊，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。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，我都看不见。可是，同志们，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？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办法就一条，打，打他娘的脚。打他娘的蒋桥！真是要打的话，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，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。指导员，我们团开到这儿来，是不是为了打蒋桥？刘宝的事，我马上汇报教导员。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，不要忘记。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。指导员，前两头昏过去，去看看吧。指导员，回来了。老大爷，你歇歇吧，你歇歇吧。怎么样？好一点了，老大爷。连长，你不能叫我家二妹子上名字。刘胡子说，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，他就杀牛牛啊。那
你就能让二妹子落户口吗？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？你们忘了，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。你们瞧，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汪家上代人给打断了，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。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，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？老乡们请放心吧，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。大家先回去，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。好，你休息休息啊。成绩咱们走吧。休息先这样，我走了。不好，爷俩就是你说呀，咱们心里就踏实多了。怎么样了？全汇报了。正好政委也在营部，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。他还说仗有的打，不用急。恋爱嘛更不用急，连你轻轻的。哎，可到底怎么办呢？告诉你，看样子很快就要打井桥了，营长让我们伸到西马庄。哦，我懂了，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井桥一带的地形，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，那什么时候行动啊？任务急，说不定就是兵部队向前伸了。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，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，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。好，好，指导员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这是个好机会啊，趁新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，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。啊，这儿保险。给你调点粮食来，这算得了什么？二妹子也一定给你烧了。好了，这趟辛苦您了啊。好说好说，我这算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，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。没说的，有粮食就好办事，准给你保驾。挺好的吧？好，一帆风顺。好好好。拐弯走小河，告诉他们事儿。Thank you.
上来，老掌柜就在这儿。我就回来。来了来了。你注意，我去报告连部。是。小牛。连长，这的人把连队人捆走了，你们快去救啊！给谁捆走了？掌柜家的三个人。他们有枪没有？上哪儿去了？不知道。连长，我们四班去追吧。好。班长，我们走。司班长。等一等，我要去一趟，这里面有政策问题。好，走。等一等，司班长，哟，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，那我带个组参过去。好，三组。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，咱们快追吧，是顶水，他跑不远。好，看那不是新四军追来了，慌什么？架起蒋来慌，快，快！
前面就到七里荡，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，快！七里荡，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。住了，快！打，掌柜的，我们不能开枪。我们是正经生意人，人呢？副班长，副班长，哦，刘小姐。乡亲们，六长逮住了，六长逮住了，六长逮住了，这个姓包的汉奸地主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打死他！我们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。你们有冤有仇，大家去告吧。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。好，好，强兵，强兵。担心这会不会影响李进的斗志，因为我们团就要打蒋桥了，这是个大据点，会有硬钉子让我们拔。胜利了，他们开了庆祝大会，非请我们去不可，我们全连都去了。你们去吧啊。
田大成，指导员。爹，爹，都来了，都来了。哦，来了。二姐呢？跟小秀金一块找大会上去了。老大爷，老大爷你好，哎你好，好，你们都来了啊，来了。副班长，给你看好东西。二姐做的，你猜是给谁的？我可知道，是给他做呀做呀，做了又不给，就这么放着。小马，走，开会去。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稿干什么？是啊，咱们这儿又没有山，又没有石头，还用雨衣、奎宁丸，这么多子弹，要打回去了。江南山多，雨水也多，到底大反攻了。大仗攻城市，可够鬼子受的。哎，以后啊，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，要打到铁路上去了。哎呀，我连铁路是个啥样的还没见过呢。悄悄那个艳阳天蓝哟，十八岁的哥哥呀，告诉小英莲，这一曲寒山又过海呀，这一去三年两载呀不回话，这一去呀强如林淡如雨呀，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在乡间。是啊，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。情绪有了波动，他显然是知道了这个消息。是的，这一走也许再也不回来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们行军打仗，流着血在泥浆里爬过，在起火的房子里坚持战斗，
这些都没有使他劳顿苦闷。如今这确实是一道关。指导员，你早。小鬼，这么早在这干什么？指导员，我们哪天走？走？到哪去？我看得出来，老兵了。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。不过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向后转的。你想过向后转？我想过。能不能不走呢？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？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？不不不，那是真的。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，我们又打下了蒋桥，我的心思又活了，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。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，我还知道。不讲了，讲了又难过。我真想再见他一面。怎么搞的？好，以后再也不提了。指导员，你回去吧，我没关系。指导员，你不相信我吗？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。我思想斗争了很久，翻来覆去的想，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，那不就是开小差？多可耻啊！指导员，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，总还受得住。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，党从此就不要我，我宁死也受不了。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，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。是的，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，你是毫不犹豫的。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，我相信你会。指导员，你相信我？我相信。这以后不久我们就远征了，我们打垮了日本鬼子，打败了反动派，今天我们又回到了老地方。谢谢主任。前面就是我们活捉汪掌柜的地方。你还想着二妹子吗？打了这么几年，听说这一代斗争很残酷，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，那也很好。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，还不是他，是他们的区政委。他说田学英同志啊，就是二妹子，早参加了党，是干部了。
前几年斗争那么残酷，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，可他一直在等着你。主任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？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宝，去看看他吧。哎，同志，你到哪儿去啊？请问你们村的？哎，同志，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？是啊。哦，你是副班长啊？你是来找天学英的？对了，这下可盼到头了，这下可盼到头了。哎，快找田学英去啊！不不，我认识他的家。家？家早没了。怎么没了？那田大爷和小牛呢？反动派要杀他们，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。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，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。去吧，去找他吧，这儿人多，他给你们送工料到西马庄去了，干去一会儿，你会赶上的。同志，副班长，田学英同志，舅舅。